志颖，我是台湾东森电视，还是继续追问你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今天得了这个亚军之后啊，那你前一阵子在台湾又宣布了你已经有小孩，这个奖是不是要给你小孩，还是给家里？OK， 那其实我想，当然今天能够得到这个奖杯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兴。当然除了这个奖杯属于我的荣耀，当然还有属于我的这个小 baby 小小子的荣耀。那我在这边也，虽然我人在北京，但是呢，在忙着排练演唱会。我想，我真的很想他，我好想你哦，小小子。因为呢，我还要再排练大概两三个礼拜的时间，将近快一个月没有看到他。真的，我真的很想你，然后把这个奖杯献给我小小子。